河美道东文教协会为了唤起囡仔对传统古迹的兴趣，伫咧河美道东书院举办一场画图比赛。现场超过百位的囡仔，伫咧家长的陪伴之下，伫咧书院各角落内底，用家己的笔画出家己对道东书院这个百年古迹的感受。河美道东文教协会所举办的这场画图比赛，和道东书院内底充满着青春的气息。道东文教协会理事长表示，希望以安尼活动，让囡仔看到高质个水。现场阁安排音乐演出，让囡仔咧画图个时阵会当听到萨克斯风个音乐。我非常感谢今天我们道东文教协会。以企鹅咖啡哈庄园合办这个大型的写生活动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停办了五六年啊，今年我们啊又正式来举办这个工作啊，主要是在介绍哎我们道东书院啊这个古迹的美啊，让一些观光客能够进来我们和美镇，另外就主要是做一些艺术教育的工作。让这些国小的学生啊能够来见习来参观，谢谢、在这么好的天气啊里面我们感谢我们这个道东文教协会啊，我们理事长啊，还有我们这个企鹅咖啡啊，这样替我们办这么一场有意义的一个写生的活动。那我想主要能够带动啊小朋友跟家长来认识我们的道东书院。道东书院是我们的国定古迹，我们希望多多的来利用来活化我们的道东书院，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和美最优秀的一个景点。今天好，特别来到我们道东书院，由我们道东文教协会举办一个同心画游道东的一个写生亲子活动啊，很感谢啊，我们道东协会啊，今天在我们道东书院特别举办这一场的道东啊的一个写生活动啊，也隔了三年，因为疫情已经停办。那我啊，等一下刚刚好一跟各位的那个家长跟同学哈、跟聊。聊天，他们觉得说这样的活动啊很好啊，也希望说啊我们道东协会可以哈啊年年来办这样子的一个场次啊，促进他们的亲子的交流，也提升啊小朋友对于我们的艺术跟我们古迹里面的一个欣赏。那借由他们的丰富的色彩学同期建构一个啊没有忧愁的一个童年。河美道东书院是清朝时期台湾中部培育知识分子的重要场所，也曾经是河美高中和河美国小的教室，为河美地区培育真多优秀的人才。一直到两间学校的校舍建筑完成，才功成身体，转化作观光和地方文教活动场所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河美采访报道。